英国一只狗狗先是意外开启了微波炉，后来又不小心的让家里起火了。根据 BBC 报道，这只哈士奇被单独留在英国艾萨克斯郡一处民宅里，当时他把厨房工作台上的微波炉开关打开了。其实如果微波炉里没东西，这也不成什么问题，但偏偏微波炉里刚好有面包，面包就开始加热，甚至起了一阵小火燃烧。哎呦喂啊，屋主当时不在家，但是从手机上的 APP 接收到家里失火的警讯。屋主从屋内装设的镜头查看现场当下的状况，看到厨房冒出阵阵的烟雾，赶紧打电话给消防队。消防员到了现场后，发现整个厨房浓烟密布，幸好火势被控制住，没有蔓延到屋子其他地方。艾萨克斯郡消防救援局表示，狗狗没有受伤，他跟他的主人都很幸运。想想看，要是没有及时控制火势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